一辆闪着双黄灯的轿车逆向跨越车道，先擦撞对向停在路边的休旅车，再撞白色货车，货车整个弹开。这时可以看到轿车的驾驶门，车门一开一合间，有一名员警被挂在车上，瞬间被甩飞。换个角度看得更清楚，员警手勾着车窗，整个人被高速逆向拖行，一路冲撞了四台轿车跟六部机车。刚刚一直撞过来，我们就赶快进来的。挂在车门上的员警被拖行50公尺，而受伤的不止他，还有另一名同仁。那车要是脚刹车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一失常要拉手刹车也拉不到。这两名员警他们傍晚在南投的南洋路发现银色轿车违规停车，两个人走到驾驶座要劝离，但车上的简姓驾驶持有违禁品，心虚不肯下车，竟猛踩油门逃逸，先甩飞其中一名员警，再拖着另一个人往前冲撞。员警不顾伤势，仍英勇将其压制，并在车内取出毒品、子弹等违禁品。两名员警被拖行冲撞甩飞，一人手骨折，另一个人全身擦挫伤，两人仍不顾一切冲上前，配合将简姓男子压制，逮捕送办。接着我向阳山镇警陈南投采访报道。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